的第一站是刀郎部落，来欣赏一下他们的歌舞表演吧。今天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刀郎部落。哎，我有现场的人太多了，家人们。起源的展馆，看到一个小男孩在骑马，好可爱。景区非常大，我们买了小火车票参观，每个站点都下来逛的话一天都不够，所以我们就纯粹坐车逛了一圈。这站是胡杨根驿馆，路边的风景真的别有一番风味。景区内买了羊肉串吃，吃完东西就继续上路啦。个人觉得刀郎部落的体验比罗布人村寨好。这是开车途经的一片沙漠，路边找到一个位置停车后下来走走拍照，没想到走到中间突然刮那么大的风，一整个进退两难，纠结了一下硬着头皮继续。不用去景区也能在路边找到这样的沙漠拍照哦。上车一发动，轮胎陷进沙子里了，还好遇到了巡逻警车，帮我们拦停了一辆货车，把车给拉出来了。给瓶水感谢都不肯收呢。继续上路啦，我们下期喀什古城见。